就这样似的。我们跟他耗血一点都不亏。只有懦夫才会逃跑。搜索命令。我满血，他半血，磕了一抹药。什么打野？包女，包女还好。太容易看穿了。First blood.先出三项吧，出三项伤害高点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别吃，嗯，别吃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跳门就是打个击，手脚。打个眼儿，看看这包女会不会过来赶克我们啊？好的礼节要通过耐心。那武器七个兵，七个刀。还是七个兵，他也不补刀。
在哪里，你又在哪里。留三个兵吧，我差不多下边要回家了。他是不是搁草丛里边呢？现在我控线基本上他都不会上来。我往前上一点，他经验都不吃。二十秒有到，要么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。那一招你多算收的是吗？那五级打八级还敢拼呢，也不能拼个啥。像塔这种情况啊，你就在塔下一个技能也不交，你只要不动别人就没有办法杀你。黑暗的触摸比你想象的更深。你的命运高越快，我也越快。为什么这个武器大师刚才可以晕到我呀？回家无敌了，你连个鞋都没有，你追啥呀？我会回来的。这家伙，不过我们刚才的血量啊比较危险，他可能跳在空中就把我杀了，我吃个经验也行嘛。清晰 W 一圈，那内圈 W 没有伤害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刚才有跳。在青钢影的 W 技能，如果跳内圈是不回血，没有伤害。
我也不是说那 W 的技能就是没有伤害吧，伤害低，刚才我的血量啊，刚才我的血量，他一个 QW 的我们可能就死了，他跳上我就死了，那不合适。干嘛送人头？为什么要送人头？已无效。进化大道上的幼灵，我来抓你。打个爆破回家吧。没人，我可继续带了啊。我一脚踹死你，你还敢过来？这是有点神志不清了，我发现。没蓝了呀，这武器大师一会儿来了我们怎么办？不打了，没蓝了。投降。